我们这一辈都确实有一个梦想，要把中国航空搞上去。只要飞机不是马上爆炸，就是摔，我也得摔在跑道上。如果处置的不好，可能就会机毁人亡。但是我们不能回避，因为我们是试飞员。国自主研制的新一代歼十战斗机采用了大量的新技术、新工艺。首批装备该飞机的空军航空兵部队已呈建制形成作战能力。我们承载的不是属于自己的责任，承载的是整个空军对我们的期望。中国空军八一飞行表演队驾驶着国产的歼十战机首次在国际航展上亮相。作为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天候超音速多用途战斗机，歼十 B 也将参赛竞技。战机是有生命的，有品质的，有精神的，是设计师团队根据对未来战争的理解进行科技探索、艰苦攻关、创新发展的结晶。